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，蒋乃新委员蒋乃新委员蒋乃新委员不在，请许天才委员巡答。我们常照的这个主管机关应该是卫生署吧？请署长。请邱署长。委员好。署长好像任重道远哦。把寒风差不丢。平上去啊？你有去看病啊不？我有拍电话吼，迄、那个。我伊这边是，伊讲算失能。我无看门，真的，我未使看门。为什么不能看门呢？你从专业啊，医疗我无看到人了，我无看到了。哦，报告都出来了，他现在没办法看书，没办法写文章，没办法念书哦，没办法看书哦，哦，没办法写文章，手一直日夜不停的抖，所以他写出来的字呢是锯齿状的，哦，他晚上一定要。靠安眠药，那安眠药呢？不管怎么吃，只要醒来，药效两个钟头醒来，那天晚上就两个钟头；药效三个钟头醒来，那天晚上就睡三个钟头。他这种状况哦，哦，那对他来讲，现在简单说，只剩下嘴巴。我们去见他，他就一直讲话，只剩下嘴巴。他讲的。都是过去，因为他还没有达到，也还没有变成失忆，所以他对过去还记住，所以一直讲过去。哦，那这样算失有没有算失能啊？我没真的没有。不要说阿扁啊，就说如果有一个人的这个状况是这样，算不算失能啊？提到阿扁就敏感了。阿扁好像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啊，虽然当过总统。不是，用你专业的，专业有没有算失能？如果要拿残障手册，他有重度忧郁症，好、哦，有这个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，好、哦，那再加上刚才那些的话，算不算失能啊？是哈、哦，点头。不是，现在就是说要这个真的要专业评估、啊。还有，那你们去评估啊。语言障碍、啊。我想农民总院有在评估、啊。语言障碍的口疾啊，很严重啊。我先问你，啊、哦，严重口疾啊，这算是不是失能？轻度、中度、重度失能这三个选一个，总是不正常啊，所以一定失能嘛，只是轻重。轻中重嘛，选一个吧。以他的这个状况，对呀、啊，像台湾的现在有这样状况的，有这样失能状况的人啊，哦，如果穷人的话，哦，那就是让他自生自灭了。那如果有钱的，哦，就天天看医生啊，天天找人陪他啊，又是复健啊。哦，想办法、啊，所以一样是有健保，啊，一样呢是有缴税，但是相差大于这么多，这就是我们长照啊，要如何重新努力的地方。你看，供给创造需求，你的长照十年计划，四年实施的结果下，实施的一个啊结果，哦，接受服务者。多少人呢、啊？11万人。十一万人，嗯，比原来呢成长了几倍啊？二十几倍，12倍，12倍。你看四年成长12倍，那未来6年，未来你继续，2008开始啊，现在2012啊，现在2013啊，对了，四年嘛哈，进入第五年嘛，对，今年是不是这样子？第五年，那、啊、没有错了哈，哦、啊，你站上了没关系嘛、哦，对，你不要在旁边这样，哎。堂堂官员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面带笑容，站得正哦。哎，没有关系啊，有信心、啊、哦。没有做到就说，哎，我们来加强。哎，有做到的，哎，即时报告。
没有想到的，谢谢指教。官很好当的，不太好当。啊、台湾的官很好当的，怎么会不好当呢？哦、啊，也不会开除，也不会处罚，也不会什么都不会的、啊，哦、啊，没有责任的啊。责任很大。无责任制啊。责任一肩扛这样。不，无责任制啊，不是吗？责任全部都要扛。全部扛就是等于没扛嘛。好了，这一个。所以现在这个本席是一直啊，好像很难切入了。如果一切入的话，要谈出具体的这个结果，就只能针对那个细节细项，那总体宏观的谈不出所以然。哦，像内政部他提的报告，他提的报告只有什么？内政部提的报告只有什么？来，内政部上来，一起上来，内政部，请曾次长，哎。你们的报告里面只有什么？你们报告啊？你的报告里面这本报告，内政部是好、哦，长期照长照服务网规划，长照人力建制，只有这个。哦，然后教育部呢也是一样啊，也是这个人力资源培育，哦，闲置空间提供长照机构使用，哦。就这样，然后提过的社区环境跟医疗环境如何整合，社区环境如何跟长照需要整合，这我一直跟你们讲几次了，那你财政，你这个内政部到目前丝毫没有琢磨，有很多、哦、他有钱啊，哦，但是呢，他如果要把父母、把家人送到遥远的长照机构去啊，这个时候就很挣扎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效率跟这个人道产生冲突。从医疗照护量的指标来看，效率最高就是集中营嘛，集中在某个地方。盖一个大的长照机构，通通送进去，但是呢，等于监狱一样。他家人呢，跟他就隔离了，社会也跟他就隔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社区环境，你有在听我雷建博屋了哈？有，听进去没有？所以社区的这个规划，台北市一样，什么都更，为建商盖房子，假都更之名，让建商盖新房子来赚更多的钱。好，这个长照呢，有没有整合进去啊？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五都啊、六都啊，哦，城镇化啊，有没有把这个长照的需求融入这一个社区的哦开发建设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有人住的地方就有诊所，就有医院。但是诊所医院呢，从台湾头到台湾尾，通通一样。所以人力重叠，资源浪费，那恶性竞争，哦，那这一个供需失调，长照这一边的老人科这一边的，供需失调，从总人力的供需，总服务的供需，到区域配置的供需。通通失调，所以啊，你到底卫生署来主管呢，还是谁来主管？总要有一个，哦，负责长照这个产业、长照这个事业、长照这个服务、长照哦这个功能，做一个总和的一个总指挥官。哦，政务委员就要出来了，这么关系这么重大，关系人口百分之几啊？20%嘛，有一天20%嘛，现在10%嘛。弄一个政务委员专门来处理这个，应该可以吧？结果人家在开赌场，我们就一个政务委员，姓杨的专门负责，嘿，顶多也是几百亿的投资而已啊。他有个政务委员呢，专门来处理啊。好、哦，那这个国家普遍的这么严重的，好、哦，关系到人民幸福、国家健全发展，哎。这个长照没有做好，经济怎么办？社会怎么办？文化怎么办？
哦，有钱的人跑掉了，没有钱留下来痛苦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全家以后通通这个迁徙到，嘿，他可以三代同社区的，又可以就业，又可以养老，又可以孝顺的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台湾就缺乏这个总统啊，行政院长啊，哦，这不是怪你们啊，这不是你们的层次啊，这总统行政院长要去规划的，总统选举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白皮书，把这个政策纲领弄出来，结果我们现在政策是什么？点到为止。嘿，我很重视，哦，老年，我很重视长照，我很重视青年，就这样而已。接着下来呢，具体行动呢，哦，整合的计划呢，资料来源呢，研究报告呢，通通没有整合起来，哦，所以学者只会教书，哦，只会写报告，但是你政策呢，脱节那么大。所以博士用的越多啊，我们的政策呢越薄土啊，就这样啊。所以啊，从长照这边哦，问没有用了、啊，这些都没有用，绝对有在做，绝对有看到问题。但是啊，真正我刚才提到的几点啊，来考验的话，通通几乎没有 touch 到嘛，都没有碰到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深度都没有碰到嘛，有没有？我是这样讲。所以我现在来啊，来教育部啊，我这个马上列出来啊，高等教育多少人呢、啊？专科教育多少人呢、啊？那我就要问啊，这些人毕业以后到哪里去了、啊？真正从事长照的占有效的参与啊，哦，人数啊占几分之几啊？待遇如何啊？哦，都没有报告，不负责嘛，所以就把反正我现在要多那这个科系，哦，有多少人就把你提供出来啊？那要列这个。都不用用脑筋，那电脑一打就有了。那你现在这一个社会未凡来举办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个执行，有没有意义呢？有没有效果呢？哦，如果要这个报告，要实际调查啊。这个专科的属于哪一级？像你的长照工作那么多，哦，有些只是重视体力的，有些只要看着的，有些总要懂得一点点技巧的，对不对？哦。你要分级分类啊，人力要分级分类啊，这不是一般健康的人生病的那种照护啊，哦，这是已经失能的人的这个照护需求不一样啊，需求的性质内容，哦，通通不一样啊。这个时候你的人力，哦，在供给上面，从医师，哦，你什么什么这个护理师啊，还有什么什么这个疗什么，哦，护健师啊，哦，太多太多的分类啊。那你有没有去分级分类做处理，在分区分县市做处理？所以你的卫生署有些没有，没有，你的属立医院已经没有功能转型啊，哦，做中期照护。对啊，那就有计划的系统性的这个推出来啊，哦，有些真的有钱，他多花一点钱没有关系的，那你就多赚一些有钱人的钱来补助，哦，帮助哦，那些比较没有钱的人，结果呢，有钱的父母家属跟没有钱人的这个父母家属，通通得到照顾，这样才对啊，不是吗？从这些去思考啊，它是一个系统的整合，一个功能的创造。所以啊，大家说创新，每个人包括政府公员，当然可以做创新啊。哦，2016年看谁这个选总统。去找一个真的有办法做系统整合的，有创意能力的，哦，来当政务委员，就那个人现在要开始培养，哦，他懂医疗，他有什么懂的我通通懂，他要准备。有一天他上的时候，马上让他当政务委员，哦，结果他一开始一开会，你们这些部长的通通一去的话，他已经了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你要改革什么，所以资源需要怎么样，哦，你看一个政委，现在这政委他不管部，所以要就随便管了、啊。叫我管什么就随便管了，专长在哪里啊，专业在哪里啊，长期的研究在哪里啊，他根本都没有准备啊，对不对？今天也可以当那个，今天也可以当那个，今天也可以当那个、啊、这样官是这样派的、哦、所以我说你们承担很重，其实等于、哦、毫无承担啊，是这样子。